长的路，在我眼前有一个门。有这个新闻，在速度变化对全台湾，即卖已经用我个变化对接我咱有今仔日国际特别招待修理，用我个名修理会，用我用一中迄落。道明川教授理会，道明正玉社道明会，啊，引修会，道明引修会，再来玫瑰道明修理会，有无？安尼遮个做伙叫做道明之家，道明有家人。意思讲，咱毋是干那即个话讲，你看咱遮就是一个中部的中部的家庭一个组织做伙。啊，咱会连接，啊会听同款的道理，以后就是会讲同款的话。所以吼，恁后生囝要结婚，要予伊嫁外国人，还是伊落内教人？内教人，其实毋是宗教的问题，是因以后会动心无，会合意无，讲话会投机无，有同款的话题无。这就是重点。啊，两个人拢一个是我的信天主的，啊，一个是作者新的在俗特别会会书，啊，恁两个有法度相爱无？有啊，来，孟瑶站起来，我看。好，这是新会一位，新会这个同学，好啦，谢谢，坐下。我先来给介绍，我所看到。这对人阿婆非常的困难。任如新会长要去对，只要伊的公司，有无袂当讲袂当无去的所在，拢总飞出来，飞一天、两天、三天安尼。恁其他的人，恁这头家做会到未？有影无影，卖胡白讲。好，有几个会，啊，但是无真正无太济。我是讲，南北大家会去拢去呢，那是外地所在，你看咱二十七个所在，平平都爱去视察。啊，若无中部、南部、北部有啥物活动，今仔日才有爱着来呢？遐个，我是恁的亲戚，在宿长面会拢总是亲的，因为会所这个身份。用同款的道明的性精神，讲同款的话，做同款的代志，见证耶稣。安尼咱啊，这个会区甲迄个会区是按连接，过来爱搁互相学习。这个会区有诶，另外一个无一定有哦。救助会区，会区也是主要会区。无，恁无一定有诶，迄落声音也是迄个资源拢同款，无一定。啊，方向嘛无同，无一定同款。啊，所以开省会议，啊有三天诶时间，啊有时啊两天。啊，会议中咱就会看到各会区，啊，到伊个报告因做啥物，啊安怎做，啊有啥物问题，啊有啥物好处，拢会听到，啊就会互相学习。安尼，咱已经。了解咱的新闻啊未？有了解啊？好。哎，啊，我那甲咱讲四十分，咱就已经有了解。我今仔日，哦，恁今仔日大家精神拢太好了。因为吼，有人，我大概若咧讲到你头，拢两排吼，无人要坐啦。阿孟瑶是我特别开发较济，因为讲我若需要伊的时候，啊，无伊是足不得已呢。如果讲话，伊就人讲我当面讲话啊，拢会困好，就困去到第二位啊，再来到第三位，较袂去好困着。但是，咱会当看出来，咱会当正为在宿道明会会事有偌哩重要。恁安怎知影？过着婚姻的生活，过会当过着会事的生活，看恁看够有人无啦？我刚才在过会事的生活尔，你看有无？无几个，无几个
台湾省无几个在俗堂，但在俗有迄个法官的团体。我知影洪志伟有哪有？小德兰会晓讲道理无？伊毋捌出来外口，因受伊小德兰，你知影？拢毋捌出来讲过道理，结果是全世界的传教区主播，安尼有神奇无？用伊爱天主的名，所以宣教最基本的，你若无爱吼，讲足济啊，讲到嘴甲全部，一点仔影响力都无。所以，我要甲你讲道理，我若无首先爱恁，我讲的道理拢是空。啊，我是安怎会当爱恁？因为我欠恁济，欠恁死人，欠恁是死人债，欠恁爱情济，欠足济，所以我无闲白赚。啊，其实恁所有我所欠的济，拢是天主付款，所以我欠的是天主的钱，我袂当无闲啊。啊，若无闲，我要再讲道理，我唔讲哦，我就亲像圣父咯，圣父咯，我体验一句话讲，我若无传福音，我唔好啊。迄就是讲道理，讲甲。成瘾的代志要怎讲？成瘾啊！有无讲吼？迄个瘾是要代志要怎讲啊？瘾啊！瘾到吼，我若无讲道理，我会瘾到足艰苦。安尼你就当体验，先保罗是安怎讲一句话出来？因为我不定义啊，讲我传福音是我不定义的，天主交予我，因为天主予我的恩宠。满是满到我无讲出来吼，迄、那个烟筒吼，接伫我内面实在亲像火在烧，安尼最后我要甲咱问一个问题啊，因为有了解这个道理了，恁结婚的人，我即摆先问啊，都即摆有结婚的人开单名签无啊？恁阿母欠债欠甲无限债，对不对？欠甲就爱用逐工甲伊做伙，较来行，啊行嘛，搁行袂了，因为每一摆吼犯罪，咱就是欠天主一万个糖，懂我意思？每一摆犯罪，就是欠天主一万个糖吼，因为用迄就是讲无限制用钱赎袂得来，干那用耶稣的宝血、耶稣的血呐，这会当帮忙咱赎罪的意思啊。天主予咱讲，咱做伙会当你。宽免人爱这个人，宽免的基本，你若无爱，你绝对无可能宽免。所以你宽免一个人，爱一个人，都是行天主的孝，天主的爱敬孝。安尼啊，安尼恁咱爱人爱到什么程度？耶稣讲的，爱为朋友。这个在这个世界，无搁比这个爱情较大啊！什么爱情？为朋友死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耶稣不是讲为恁翁死，为恁母死哦。为恁翁死，较容易也是为朋友死较容易。为翁为母死，有个人讲紧死死的吼，诶、哦，过着这个死。我较早目睭青的，目睭破灯，太过着这个死人啊，啊，就欠债欠债，安尼太紧的咧。这款的不好的例子，这不是我咧讲，我咧讲是真正是伤害的人。但是耶稣就甲咱讲，连朋友你都要为伊牺牲你的性命，所有这宗徒拢是为所有的人牺牲性命，拢为福音牺牲性命，有无？啊，过来，你还搁爱你仇敌呢？所以耶稣所讲是这个，咱即卖卖讲到仇敌啦吼，迄冤仇敌，这个爱情是过关。可能咱也未到遐，但请讲一下。即卖先讲，即卖现场，你有会当讲爱恁翁，还是爱恁某，爱到会当为伊牺牲性命来抓住我看卖？我感觉恁拢唔敢抓住，若有恁当去来准备为恁翁，为恁某死啊！有个人，我甲你讲，直接抓住看到伊啊，真正要为伊死的时候，迄都唔是安尼啊！死亡伫遐来的时候。我知影，因为我有几落摆，无几摆，毋是几落摆，我有几摆吼，面对迄个死亡，实在有影。我甲你讲，真正是真，是袂。
我平常是讲甲嘴甲全好，讲甲咱爱为耶稣做见证，为耶稣死对不对？讲甲足好听，以后我唔敢讲甲遐尼绝对。到时若这个情形到，咱若无马上求圣神给咱，天主先给咱的，啊，咱是甲天主的影响配合，所以我的行动。我愿意来加入在上头念的，就是我愿意用更较深的爱，用宣讲，用圣道灵的精神，用我在上头念会会事的身份，来为耶稣做见证的意思。安尼以后，看到人家甲人讲简单的道理未？会知啊？会啊，解释有够。如果咱就会不信，阿那讲。唔捌嘞，咱就来请教人。你无讲，你唔知你唔捌嘞，啥物啥所在？啊，人若唔捌，甲咱问，咱无一定爱甲回答。唔免惊，你若讲安尼，勿紧。这个问题，你搁等我回答，我再了解，搁甲你讲。啊，你是不是搁有一摆机会，搁会当搁甲接触，搁甲讲？所以，愈来接触机会愈多啊。安尼，身为在上头边的会所有公民。那想到这项，咱就感到欢喜。所以圣保罗讲：“你那喜乐，喜乐应该喜乐啊，无别项啊。这道理呐，确实藏在咱的心中了。先咱们欢喜袂起来，因为大部分的道理拢无去做，较欢喜袂起来。咱欠人的时候，拢唔捌咧还。我讲爱情债，拢唔捌去咧爱人，所以你欢喜袂起来。但是你若开始一直付出哦，我跟你讲。”一定会愈来生命愈健康，愈来愈体验到耶稣的爱在我身上。唔免大爱，小可代志就好。安尼咱就会当感受着讲，我即卖以后，我若看到咱的基督徒，咱就当来讲，你看，我有婚姻，我搁当享受耶稣的身份，安尼恁要来？啊，咱就开始讲讲，在上头认为就是安怎过定安怎，啊，搁得爱，就爱得做，爱得传道，啊，搁得礼，这三咱爱定学习，定定去付出。所以你看，咱今仔日这个活动的举办，咱敢知活动一个活动好歹，我判断的，咱来，我可能用简单讲一下，咱到这一到几点几分？十点半哦，哦，安尼我够八分钟。办一个活动要有大个要件，靠做成为好诶活动，有成功无成功是以这五个要件来看来看。第一个，互人诶心动，啊，第一个，第互人感受讲好，我心动愿意来参加这个活动。心动的诶，迄个原因，多侪有个人讲，有个人讲，哦，今仔日吼，内面有啥物，迄个节目我介大个，还是有啥物讲到，我愿意来听，叫做心动。第二个，在即个活动当中，爱常常有互动，互相互动啊，就是我会甲咱问问题，恁来回答，无论迄问题其实无迄个对甲唔对，是。我感觉恁心有只重，有只有欢迎。第三个，爱感动。你这个话都那无互人感动，安尼白办的，叫做昙花一现。讲办了真好，啊了尔，好啊。感动，但是感动了，其实讲我讲是爱四个要件，四个要件。第四个要件爱啥物话？啥物动？行动。所有的你感动到流，流什么？流感动到痛哭流涕，痛哭流涕变哪讲啊？这个不要讲啊！啊！那会晓讲的，我讲出来，那无好听啦。因为迄个痛哭流涕，无迄个涕就是。来，
目屎来，目屎流，目屎滴，那就感动。但是那无行动，拢总绝招。所以咱今仔日有感动无？有。要行动无？要。好，安尼，今仔日来咱社会，阿不老不散。我来推广一下，无论互动、心动，还是感动，拢我变。最后到行动，安尼，这就是每一摆办活动、办丧事、办仪式的目标。安尼，咱以后会晓计划啊，会晓计划活动。哦，第一个是活动，就是迄个目标，就是爱啥物，爱让人家心动。啊，咱要有啥物，迄个工作让人心动，啊，这就是这个目标，这个是小目标。啊，小目标后面还有更大的目标。最后，行动的目标是什么？伊若是外教育，就是请伊来。听道理，得救，圣道明成立，就是要救人，救人的灵魂，让人尽捌耶稣，让人来加入天国的行列。这就是咱在俗道明会会师做见证的最高目标。啊，中央有足侪小目标，啊，所以咱若要定最后一个目标，一定要定出来。啊，中央看要定啥物，咱还无去定，安尼会晓。会晓了解一下啦，安尼我今仔日先甲咱中央到遮，啊，咱道理中个甲咱中央来继续诶一个道理，啊，今仔日先祝福咱大家，咱平安，等有机会得到圣神永在应许，啊，赐予咱智慧，感谢天主，感谢大家。